都唔相信抓你无。今日哦，一定要你一点仔架势，替我的兄弟阿青讨回公道。是要架势啥啦？我架势去上船的时阵，船上根本无遮尔重，伊的船遮尔重的伤，跟我根本都无关系啊！紧把我放开了，你念着人啊啦！你拢会晓？真正是砍头毛，唔知影死活呢你！我无内搞啦，你莫别来哦！紧把我放开，放落来哦，会啦！到船头你摔落来哦，你就知影阮阿青有偌痛苦啊啦！放手啦！哎，明啊！我真正不知道伊在做啥。别跟我讲啦，先跟你斗三公斤嘞。我不要做地主照相好，你敢还我了？当然啦，我安排那个人等下就会找机会出手。嗯，真好。豪杰现在是血色白白，有真多代事需要这个头家决定去处理。若是这个时阵，照相好多点便宜。豪杰绝对是凄惨落魄，我来看，你是要怎动？放心吧，一切拢会照副总的安排去进行的，咱就等你挂电话买就好。行，来去做核实了。刘胜刚哦，是千里雾流靠你哦，慢慢来去啊，漳州人啊，副总啊，咱千里雾流的人哦，袂让看无啦，因这挂人电路满，甲阿青拍受伤，即摆无让咱套转来，根本就是看咱无嘛。是谁先电路满的啊？那是要用骨头要解决咯，我无咧惊呀，啊，无计是我会惊着啦，继续拍啦。好啊，别给我跑！刚刚这帮连环剑胡成功，我怎么没赢啊？别给我跑！同学，是嘞，海贼啊，我唔知我的人先来几多。这真危险啊！你先走，我等下给我人伤着。哎，紧走！假设，等下我就和你为着你的假义气付出代价。现在创啥嘞？我敢两边拖住你输赢嘞！啊，你干嘛怕死人啊？啊，这一个同伙拢在内底，我要来阻止。你这查某人阻止啥会啦？你别烦恼了，咱已经报警了。你伫迄只等着我，我来处理。小红，小红啊！小红，我等。妈。副总啊，我唔是故意要害你的啦！志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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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紧叫我下！哦，志远啊，志远！哪样呢？
啊，这下惨啊！今日一定要想办法把那小国本报出来，因为伊是王副总交代我安排去遐带头闹代志，我嘛已经有答应伊啦。刘胜讲伊带人啊去赵尚豪一边，予伊两人派话，我嘛保证袂予伊出代志。副总，请你放心啦，我已经会全力。真好，啊！即摆王副总受伤大病，伫咧观察啦。咱家己会当解决的代志哦，就先处理好势，别搁伊操烦啦。好，安尼我知，我先处理。真正受人背后变变变怪，不怪，豪杰物流一直出代志。阿贵，继续甲伊订号条，若是发现新的事迹，马上甲我汇报。为北来，什么意思 ？Friend， 什么人？是连杰。周律师，今日一定要想办法把那小国本报出来，因为伊是王副总交代我安排去遐带头闹代志，我嘛已经有答应伊了啦。就算讲伊带人去赵尚豪一边哦，互伊两人歹看，我嘛保证袂后伊有代志。原来这几件代志，拢是你甲黄冠中自导自演的一出。全力为要保护你妈妈才会受伤，结果你是想要伤害同学，想要告你妈妈，总算要替伊挡，你不得已，才会总归去动一刀，替起码用个替你家，我本拢甲你做滴来。就是要安尼针对同学的，伊到底倒位碍着你？你哪有法度糟践到安尼？你变到秘书，秘书亲像黄冠中共款的。想当上这人嘛是假，出老婆出到这款程度，这是真正是我王三好教出来的囡仔。敢讲你为着要赢过同学，你就爱安尼不择手段？原本我抓准你，因为你妈妈精神啊，你总算愿意回头。虽然不知道这个 friend 是什么人，是什么款的组织，不过既然将我公司内部的孩童拢抓出来，我哪有可能不去处理？
哎，我啦，我先来走啊。哎，你不准偷偷走出去哦。爱记，目视较好诶。若是有啥物状况，随时甲我汇报，知无？无问题啊，副总。哎，副总，顺行。哎，王总裁，你来来。我刚刚被打到伤啦，甚至造成到好几个物流去中断，双方面啊，去拖下都要输赢。我做总裁，哪有可能急点点？我当然要专工过来，甲关心一下，表达我的心意啊。总裁啊，你若是需要这样功夫啦，我已经代表总裁关心过，嘛已经甲所有代志都安排好了。别紧啦。阿飞，你我啷们教伊啊？阿青上阿遮尔重，那我们无看到因厝内面的人啊？唉，因家真正足善食的啦，所有的人哦拢嘛死个咧打工趁钱啊！啊，谁知影啦？厝内底的大条啊，阿青受着重伤咧大病，你看啦，真正有够凄惨的呢。是安尼哦。嗯。啊，这里啊是要送阿青啦，我先看下啦。先生，我唔是了解，当我缀着你对，我看一下。唔免啦，无啥大代志啊。无喏，我若是缀着你的空嘴，迄是要安怎办？我就慢去看一下。唔免啦。安弟啊，开始讲阿青身体有啥物状况，只要医生看着好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不过我拄仔一下重力加速度，迄起码一百公斤呢。你若是缀着伊空嘴内出血，迄是要安怎办？啊，去看一下好啦。安迪啊，我著讲唔免啊。啊，搁再讲，你伫咧总裁面头前硬要脱别个查甫人的衫，这敢会看的啊？哦，刚是安尼哦。歹势啦。阿青根本就无参照受重伤的人，遐影片有影是真实的。你有要紧无？啊？哎呦我看你想法真严重啊，无适合带着这小诊所。等下我叫安弟替你把那手续办办的，把你刷过惠民医院啊，住在 VIP 的病房，遐医疗较充足，应该好了较紧啊。啊，唔通啊，总裁啊，迄医药费哦，伊拿不起啦。我出啦，啊，伊是我的员工啊，伊伫咧送货过程啊，互拍着伤，原本我着责任啊，爱负担伊医药费啊。是啊，总裁拢要负担你的医药费啊，你着莫提谢啦。我即马第一帮你帮手术，哈！等阵，是安那？你无想要得到更好的治疗是？王总裁，我知影你对我好啦，啊是讲哦，家离阮家较近，啊阮某要来照顾我，我那较方便啦。刷到惠民医院去，遐个介远，坐公车一点外钟嘞。我惊阮某伤忝、伤辛苦。看因心虚到这落形，也是莫想过别。搁安怎讲，也袂不清楚郑燕到底做偌济袂见光的代志，也是先莫贴破面，可免打草惊蛇。哎呦，真正惊死啊！好多险要变空的。拄只真无简单哦，才骗过王总裁呢，以后都要较细腻，唔通袂记哈。哎呦！